吃个猫眼螺。哎，我的天，这个猫眼螺大。哎，猫眼螺，哎，这个别断，别断，别断。哎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啊是母的，你自己看。哎，黄膏。哎，它的膏呀特别的香壮。大肉啊也特别有嚼劲。如果你也喜欢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都有。好多朋友啊问我八爪鱼的大米到底是什么，今天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八爪鱼啊大米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啊八爪鱼的大米啊就是它的籽，也就是它的卵，这么多呀，你看有多少。我的天，而且啊八爪鱼的大米啊特别香。如果啊你也喜欢吃八爪鱼又不会做，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啊特别的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你看这满满的一大碗，我的天都快装不下了。还有我的天，一家人啊足够吃了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晚上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。带膏皮皮虾，皮皮虾这时候啊特别肥。哎呀这膏，啊老香了。皮皮虾的头啊事实上也可以吃，特别香。喜欢吃皮皮虾的来，我呀带你们吃皮皮虾，带你们去找个女朋友。你看看，我的天哪，太肥了。哎，这个大虾妹，肥不肥？咦，看这。虾，两颗吃不干。吃个猫眼螺，掉这里了，就这么点。不能浪费啊！这个高。这么漂亮，猫眼螺不是海螺啊，它没有裤胆，没有肝，可以直接吃。特别的香。巨型迷你八爪鱼，我的个天，这个头。我的个妈呀，全是大米。你看这大米。这个桶里面全大米啊。特别香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熟食迷你八爪鱼，都是去过牙齿去过内脏的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。你看这满满的一包，够一家人吃了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说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。吃个猫眼螺，巨型猫眼螺。别的，这个是公的，母的呢它是黄色的，你看猫眼螺啊可以直接吃。特别特别的香。它的大肉啊特别有嚼劲。如果你也喜欢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晚上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。来个猫眼省事螺。
哎，哦哦，哎，哎，钩断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大钩啊也在这里面，嘿嘿，这个钩啊特别的软糯，特别的香。嗯，您看这里面钩啊，如果你也想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晚上来我直播间，还有优惠呢，给你鲜活鲍鱼到家。嗯，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海螺和猫眼螺区别在哪里，今天我就给他看一下。我手上现在开的是海螺，哎，哎，别断，别断，哎，别断，哎呀，还，哎呀，它要断了，呜，断断断，哎，也可以，它的膏啊都是一样可以吃的，但是啊，海螺啊这边有苦胆，然后啊下面有肝，然后啊我们看一下猫眼螺，哎，别断，哎，哎呦，它也断了，这是猫眼螺，它呀没有肝，没有苦胆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叫方便省事螺，而且它的膏啊特别的香，特别的糯，嗯，回家红烧、爆炒、清蒸都可以。如果你也喜欢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晚上来我直播间，还有优惠呢，给你鲜活鲍鱼到家。嗯，很多人啊私信我，问我这个海五星啊壳能不能吃，今天啊给大家具体的解析一下。海五星啊壳啊是不能吃的，它里面的膏啊是可以吃的，满满的都是膏，看到没有，这里面褐色的就是它的膏，老香了。嗯，哎哎，回家呀直接清蒸吃特别香，不需要放任何佐料，我们海边是这样吃的。嗯，哎哎，嗯，哎呀太好吃了，都是满满的膏。嗯，QQ 弹弹的小迷你，哎，这个头大，看一下这里面有多少大米。嗯，我的天，嗯，哦，这个大米，嗯，嗯，还有，啊，特别香，来口汤，嗯。太过瘾了，朋友，如果啊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成迷你八爪鱼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，都是去过牙齿去过内脏，你看这满满的一包，我的天都装不下了，一家八口人啊不够吃，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啊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呢。嗯，面包蟹过年的压岁钱啊都拿出来了，嘿嘿，啊，看看肥不肥？哎，还可以哦，已经看到高了。哎，哦，哎，哎呀，老香了。嗯，啊。带汤，哎，太香了，海里的小汉堡，嘿嘿，大扇贝，这个扇贝肥不肥？还是个母扇贝，你看看这个肉，嗯，味道特别的嫩，特别的鲜，嗯，像不像一个汉堡？像不像汉堡？啊，嗯。
好吃。来个虾，喜欢吃海鲜的，您过来，我呀，天天带你吃海鲜，嘿嘿，嗯，满足。哎，海鲜面，扇贝。哎呀，哥。嗯、你这么一过我也想吃啊，也想吃啊，对呀、啊、嗯啊溜的也想吃，我呀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生鲜套餐，行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吧，石斑鱼给你一包，去鳞去鳞皂的，带个扇贝肉给你两包，去尾章鱼须啊给你两包，去头去尾的带鱼我家红烧煎炸都可以，两包每包一斤，黄花鱼丸给你两包，可以凉拌的海南四大我再送你两包，给我点关注，再送你一包泡椒鱼皮，可以下酒。给我点个爱心，再送你两包野生的紫菜，回家煲汤喝，再买一箱14件套。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说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呢。吃八爪鱼了，嘿嘿。哎，小关头，嘿嘿。嗯，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呀、啊。哎呀，来点汤。哎，哎。沾上汤就有灵魂了，嗯，特别香，嗯，最近啊，很多朋友啊私信我问我八爪鱼怎么做，其实啊，你要不会做啊，很简单，你看一下咱家的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哎，哎。香辣口味，麻麻辣辣的，特别好吃，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哦，你看这满满的一包，一家人啊，那绝对够吃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吃啊，下方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来我直播间，还有优惠。